恭喜你拿了十二岁以世界比赛十二岁以下组冠军。你在比赛之前对自己有什么期望吗？没有。是想过要拿第几名还是？现在也没想过。你来了罗马尼亚有什么感想吗？下一步。Thank you very much. Congratulations. 完了是吗？